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同三间苹果日报公司涉嫌串谋勾结外国势力案，踏入第四十日嘅审讯。今日继续由控方向重返证人时任苹果日报主笔杨清奇作主问。一言堂嘅黎智英唔听话就炒杨清奇。今日喺庭上公称黎智英系一个残忍嘅老板。乜嘢叫残忍呢？ 咁大家聽落去就知噶啦。佢指出黎智英用人用到盡，如果唔合佢嘅心意，黎智英好快就會將嗰個人換走。黎智英指自己喺《蘋果日報》工作咗二十三年，期間總編輯同社長已經換咗七至八個。指黎智英對新聞嘅要求求新求變，最簡單呢，就係用搖大樹嘅方式。 直接換人去做，所以如果諗要留喺蘋果日報工作，就要聽從老闆嘅指示，主動做好手頭嘅工作。楊清奇想留喺蘋果日報，所以都要跟從黎智英嘅指示。黎智英親身操控編採，控方問及楊清奇喺二零一九年到二零二一年期間，黎智英。 喺蘋果高層裏面呢有冇向楊清琪指示過論壇版每週六特定嘅主題呢楊清琪指高層曾經試過給予指定嘅主題，但係咧高層對於主題嘅建議一定包括制裁社會事件同埋國安法。控方展示咗黎智英喺二零二零年一月嘅時候向楊清琪傳送咗一則信息。

摧毀即管切啊，攬炒即繁榮嘅哲圖喎。楊清奇指佢睇過歐嘉倫嘅文章，認為黎晶之所以要求邀請歐嘉倫赞稿，其中一個主要嘅原因係歐嘉倫嘅文章對國安法持批評嘅態度。黎晶陰影之下嘅編採方向係點呢？楊清奇又指出，黎晶嘅政治立場對論壇版嘅赞稿。

而喺美國制裁中港官員嘅議案出爐之後，讀者傾向支持制裁。楊清奇重申，黎展嘅文章亦都持有相同嘅觀點。楊清奇又話：佢嘅評論同埋論壇版嘅文章都係支持制裁嘅。喺香港《港法》實施之後，佢冇收到黎展嘅指示要改變立場。佢既唔想觸犯法律，但係又作為編輯。 希望保持原本嘅立場，因此佢採取咗一種打擦邊球嘅方式喺文章中選擇咗一個邊界位置，以免呢就去觸犯法法例。所以呢，佢喺寫作中冇再公開呼籲制裁，但係佢會透過評論制裁事件或者探討下一個制裁嘅效果或者嚴重性等方式嚟到表達佢支持制裁嘅立場。

因為你想冇一份工咩？《蘋果日報》嘅記者嘅天職就係一個笑話嚟嘅嚇。呢啲所謂記者嘅天職真係有冇呢？大家真係要諗一諗啦。咁審訊呢亦都揭示咗《蘋果日報》報導一直跟隨黎智英去抹黑、制裁中國同埋我哋特區嘅觀點，以偏頗嘅手法呢，就去報導新聞，令到香港市民冇辦法捉及事實嘅真相啊！而呢。 呢一個妥妥咧係俾蘋果日報所輿論嘅。好啦，今日嘅時間就到呢為止。咁多謝大家嘅支持，記得訂閱天基同埋大會上嘅頻道。多謝大家，拜拜咁多位。